大家好，我是斯通斯儀工團的阿妹，在我身邊的就是主辦機構的 sponsor 維珍航空的 Angelina， 我們 say 個 hello 啊。Hello 各位，好开心今次在这个频道见到大家。是啊 ，Angelina， 我想问一下你今年是第几次去支持招聘日这个活动的呢？其实今年是维珍航空第三年、支持招聘日的了。每一年其实都见到有很多朋友啦，很支持这个活动，还有、不知道大朋友和小朋友都 很欢迎今次的活动。每一次见到他们的笑脸都会觉得每一次都应该要支持，再继续支持这样。是啊，我看到今次的活动除了一个六公里之外，三公里有大有小，哇好热闹，大家都很开心参与得。是因为其实大家 都会受大家的、passion， 即是热心 去感动。因为、星期日应该是大家应该可能睡晏一点的时间，但你看到他们七八点就已经起来来到 register， 跟着人家就开始冲刺了样。还有、大家玩的或者走的时间都是很欢乐，因为都有一个、banana man， 有一个大招哥哥在这里去统领大家，你快点快过我啦，咁样去，我谂嗰个 motivation 系好紧要咯。Angelina， 你都支持咗我哋几年啦，咁但我想问一下你，其实对于呢个 WCRF 咧，其实有乜嘢认知？其实佢系做啲乜嘢嘅咧？其实我想都是 大家的认识可能都是 from 他的、这个团体的名字是解释，因为他的 World Research Cancer Foundation， 其实一听到这个名字其实都已经解释到就是怎样去预防癌症，又或者一些癌症的研究，其实是很需要大家是 是去支持的。因为其实我想癌病成日大家都可能经一些新闻的频道知道，就是说其实、大家在生活咁紧张嘅节奏咁紧张嘅情况之下咧，其实不经不觉可能好多大家都有啲隐疾嘅。咁无论大嘅隐疾好，小嘅隐疾好，大家其实一唔小心嘅话咧，其实就可能会有啲变异嘅情况之下，咁就可能变成癌症噶啦。咁其实我谂希望大家 through 今次嘅活动，或者 through 将来唔同嘅筹款啊，或者系宣传嘅活动，咁大家要对大家嘅身体嘅健康之外，亦都提点身边嘅人点样保持身体健康。系啊，因为身体健康真系好紧要。其实佢除咗系防癌之外咧，亦都係去做一啲 research 咧，係提供一個 cancer free 嘅 future 噶。咁你對於呢樣嘢有咩睇法咧？又我諗大家即係放我自己個人咧，就係一定要準時或者係定期去做身體檢查啦。咁無論係咩年紀都好，咁其實亦都有啲小病嘅話，咁就少多留意啦。咁但係發覺有少少唔妥啦，發覺應該睇醫生嘅話，就應該唔好猶豫啦。OK， 咁我谂我哋都一齐呼吁下，即系香港嘅朋友，即系第日再嚟参加我哋嘅招聘日，咁下年可能都多谢你继续支持呢一个招聘日，咁样好唔好？同埋亦都希望大家将呢个活动宣扬出去啦，咁带多啲朋友嚟参与，咁越多人知道，咁可以越多帮到多啲人啊。好，唔该晒你 ，Angelina。好，唔该晒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